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、哦，他说 A 是这个矩阵的 ，B 是这个矩阵，他要你求 AB 相乘。那如果直接乘的话，这数字比较大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就把那个公因数把它抽出来，这可以抽出7啊，哦，7是28，7是21，7五35，7是28。那这个的话可以抽出多少呢？抽出3来。三啊，三是12，三一得3，3721，3515，32得6，然后这样乘会比较好乘，哦 ，A 乘 B 哈、啊，这就多少？7×3，37×21，然后呢，这个乘以这个，不过还是蛮大的，就是，哦，4乘以这一列。哦，16，啊，4乘以7，4728，负68了。哦，然后呢，3的话乘这一列，3515，66，我加起来变小，1，这是负2，所以第一列是1，负2。再我们看第二列，我就这个乘以这个，5乘以第一列，5是20。5×7=35，积三八负85。那4的话乘以第二列，负20，五是20，负20。那4乘以22，88。我加起来这是0，这是3。所以第二列是03。然后我再把21乘进去，好，这21乘进去的话是负42，零。63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两矩阵相乘的结果，哦，所以是21负42，零，63。